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龚小夏，我今天带大家到这里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点，这是德国波茨坦的西西里亚宫。在这个西西里亚宫里，1945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在这里签订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文件，一个是波茨坦协议，另外一个是波茨坦公告，这两个是不同的文件。第一个波茨坦协议是在英国、美国、苏联三大国之间的，这个协议的目的是解决战后欧洲的问题。那么另外一个协议呢，是英国、美国、苏联和中国，这签订的时间呢，我一会儿再说，有些细节不是说哪一天可以签订的，有些细节有点复杂。但是呢，这四个国家签订的协议就是解决对日的战役的问题。那么我们现在先看，就是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？先回顾一下二次大战。二次大战的历史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到1945年的5月份，苏联红军攻进柏林。那么苏联红军攻进柏林之后呢，希特勒自杀，戈培尔自杀，整个柏林就被苏联攻下来了。所以苏联红军就一直往再往南打，打到易北河，在易北河和美军会师，那么整个德国无条件投降，德国的战争就结束了。那么结束之后呢，问题是第一是对日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对德国战争结束之后留下几个特别大的遗留问题。第一是德国怎么办，德国是一片废墟，德国没有政府，谁来管理德国，德国往后这个国家叫怎么样子。当时说法是很多的，把它分散啊，拆散啊，这或者怎么做，什么各种说法都有，究竟怎么做，那么需要英国、美国、苏联几个大国来决定。那个时候呢，整个德国分了四个占领区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就东北面这边是苏联是占领区，那么大概是1/3的德国，也就是后来的东德。其他地方呢，美军的占领区、英军的占领区，还有靠近法国那一片呢，是法国的占领区。法国当时其实并没有什么军队，戴高乐的军队也是很小的一个势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一次波茨坦会议呢就没有邀请法国，只是英国、美国、苏联三大国来参加。这三大国中间也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是哪个领？我们都知道，1945年那个2月份的雅尔塔会议，那个时候呢是整个是决定世界怎么瓜分啊什么的，就是当时的雅尔塔三巨头，我们都记得是罗斯福、丘吉尔和这个斯大林。那么波茨坦会议就不一样了。波茨坦会议的时候，罗斯福已经去世，罗斯福应该是1945年3月或4月去世的，我不一定那么准确啊。罗斯福已经去世，接任的是他的副总统杜鲁门。那么罗斯福跟杜鲁门是两个非常不一样，因为罗斯福这个人呢，他是上层人出身，他比较同情斯大林，他还比较左，相对来说。那么杜鲁门可是密苏里来的农民，脾气也非常犟，有名叫外号叫密苏里的骡子。那么他非常犟，他反共的意识极为强烈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就丘吉尔也很有趣。丘吉尔当时是二战当之无愧的英国领袖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英国人有英国人另外的看法，所以呢，英国当时就在1945年这个7月份呢、就举行选举。选举中，丘吉尔竟然处于败势。但是当时为什么丘吉尔还来开会？那他应该失败，他还没失败，因为海外的大量的军队的投那个票还没有回来，所以呢，到7月26号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，丘吉尔竟然败下阵来，接他的是工党的艾德里。那么在也就是说，波茨坦会议开到从7月16号开始开到7月26号，丘吉尔那边英国就必须换人了。28号，新首相艾德里带着他的新的这个外相，Ernst Bevin 就贝文。就来参加开会，所以英国开到一半接人，唯一的一个就是从雅尔塔会议，甚至原来德黑兰会议、雅尔塔会议到这个波茨坦会议一直在那的大国领袖就是斯大林。所以我们看到苏联在这中间能够取得很多的这个西方的让步吧，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。
总之是7月16号几大国领袖就到这以后呢，这是当年原来是德皇太子威廉的那个一个行宫。那么到这以后呢，原来是准备在柏林开会的，因为杜鲁门答应了斯大林要去柏林开会，这个柏林炸得一塌糊涂，找不到开会地方，就到柏林旁边的波茨坦再来开会。那么到这来开会之后，这个宫还不小，就有176个房间了，就有176个房间，那个所以呢能够容下3个代表团，并外边还有好多这些别墅啊什么之类的，那各个代表团也都住得下来。当时不光是这个政治领袖来了，这个军事领袖朱可夫，那个马歇尔他们也都来了。这个决定要决定什么？决定哪几个问题？其实首先第一个决定德国的领土。德国的领土问题，我们都知道，德国是1871年独立的。那么你要看德国的领土问题是，就是在这个一次大战结束之后，德国不少领土是被拿走的了。那么在后来呢，我们都知道1936年德国就希特勒德国就强迫奥地利合并，那么就出现了德奥合并，奥地利成了德国的一部分。1938年呢，希特勒拿掉了25%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，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，这也都是我们历史上很著名的事件。那么慕尼黑协定就完了之后呢，1939年9月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1939年9月份，希特勒突然袭击进攻波兰，而在这之前8月20多号的时候，希特勒的外长里宾特洛普和苏联的外长莫洛托夫有一个秘密协议，这斯大林后来也参加了，签署了这个秘密协议，要瓜分波兰。所以呢，九月份在希特勒出兵之后2个礼拜呢，那个苏联就出兵。结果就占了波兰的一半地方，苏联把占据波兰这片地方就划归了乌克兰，一部分划归了白俄罗斯，还有小一部分呢就划归了俄国，非常小的一块飞地啊，这就是当时的情况。1940年呢，苏联再次出兵，把波罗的海三国也都占领了下来，所以苏联的版图扩大了很多。那么在这时候呢，他们就要决定德国的版图怎么办。最后在波茨坦会议上就决定是这样的，就是德国苏台德地方还给捷克斯洛伐克，还有就德国人占了，大家记得普法战争1871年之后，德国人不是割走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吗？后来一次大战以后法国人又割了回来，二次大战德国又占了回去，那现在又把阿尔萨斯洛林给回法国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波兰那部分归还波兰，当时波兰流亡政府也被请来作为客人，所以呢那波兰那部分归还波兰，但是东边波兰苏联占的可就不还了。那么为了要补偿波兰这个国家，就把东普鲁士的大片地方就割让给了波兰。那么现在我们的波兰包括团结工会起来的格但斯克呢，都原来都是德国的地方，所以呢这样的德国就变得小了很多，德国的领土少了25%。这中间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，就德国领土少25%之后呢，有大概最起码有400万甚至上千万，就是看当时的你怎么算了，就德国人是会无家可归流浪欧洲。所以最后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说，大家要对这个德国的这些，就是说一定第一是种族清洗是一定要清的，把他们都从他们家园赶出来。但是清完之后怎么办呢？因为法国人没有参加，法国人说我才不管呢，德国人赶走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其他参加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说好，我们会非常友善的安置这些德国人，给他们好一个地方可以归宿。结果呢其实并没有安置，因为德国人当时战后之后啊，起码是几十万德国人在流离失所中，而且是被抢劫的，在丧生。当时欧洲大陆上充满了流浪的德国人。这个事情一直到1974年，你想1974年西德在苏联建立大使馆就曾经出过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就是德国后裔啊就冲击西德大使馆，说我们要西德护照。这是有欧洲非常多的这种领土问题。那么另外一个要决定就德国经济怎么办。德国经济被炸得一塌糊涂，打得一塌糊涂，但是德国的基础还是在那儿。
苏联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把德国的工厂吧全部连机器连人都带回了苏联。当时大量的德国政府德国的这个战俘啊就被强迫在苏联做苦工，我们看小说什么也都看到有这种情况。完了之后我们还看到的是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对纳粹党怎么处理。纳粹党大概是德国那个8000万人口的十分之一，那么就跟共产党一样，你很多要进政府你必须入党。所以呢当时就决定了说进行一个纽伦堡的法庭，开一个法庭，这个法庭专门审判这些纳粹的头子，其他的纳粹党员呢可以就是说可以不追究了。然后德国军队要解散，德国当时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是苏联和美国啊，他们就有一个大概一个约定，就是说德国科学家因为他们是军事工业科学家，我们就可以去带走这样。结果苏联带了一大批德国科学家进去，美国同时也带了一大批德国科学家，到处派人找啊，一路去挖去找德国科学家，把他们带回美国。所以后来美国的卫星之父冯布劳恩，就是原来是德国的火箭之父，很年轻啊，30多岁，当时就这样是二战之后呢被带回美国了，成了美国的火箭和卫星之父，这是有名的一些事件呢。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完了之后呢，出的一个波茨坦协议，这个协议是英国、美国、法国几个，它不是一个国际条约，但是呢后来基本上这个协议它奠定了冷战的格局。那么完了之后还有日本怎么办，当时我们都知道苏联是跟日本有和平条约的，日本为了不让苏联在就满洲这边去干预他们，苏联也为了不跟日本打仗，集中在欧洲，他们竟然就签署了和平协议。这个和平协议当时是有效的，他们有和平条约的。那么美国和英国就不断的要催促苏联参加对日战争，因为对日战争美国是主力嘛。美国当时就是日本当时的口号是1亿人抵抗，所以美国估计还要死不少美国士兵，所以当时就督促苏联参战。那么很有趣的是在这个之前几天呢，美国出了一个大事儿，就是原子弹爆炸成功，在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。那么杜鲁门当时很得意啊，杜鲁门就来跟罗斯福说哎，我们有新式武器。罗斯福不是跟罗斯福，对不起啊，杜鲁门跟这个斯大林说我们有新式武器。结果呢斯大林早就知道了，斯大林比杜鲁门还清楚，因为杜鲁门是在罗斯福死了之后才听说有曼哈顿计划的，人家根本不让他知道，而斯大林的间谍一直在这个计划参与在里头，所以斯大林就表示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到最后呢这里差了一个人，就差了一个蒋介石，因为中国是对日抗战的主要力量，那么他们就邀请这个中国政府参与签署了一个波茨坦宣言。这个宣言呢是蒋介石签了名，但是蒋介石本人并没有来，他作为总统身份签的名，就敦促对日本无条件投降。那么8月2号这个波茨坦会议就决定就结束了，签完这个宣言了，签完这个协议了和宣言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然后就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，就是美国就开始8月6号啊，将第一颗这个就它的第二颗原子弹投放在广岛，炸死了7万人。这是8月6号的行，8月8号苏联红军出兵东北。那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呢，就等于是这个占领了东北，后来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。8月9号美国在长崎放下第二颗原子弹，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。所以整个这个就是二次大战结束，二次大战的关键事件就是在这个楼里面发生的。我们可以大家走过来的门口去溜一下看一下，非常有意思。这个波茨坦呢其实离这个波茨坦离这个柏林呢只有大概是45分钟的车程。原来这个地方西德柏林它算柏林的郊区，柏林墙呢是走过波茨坦附近的，在这个西西利亚行宫里面竟然能看到柏林墙的一段。
所以今天来就是面前看一看。如果大家到柏林来的话呢，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其实真是应该到这里看一眼。这个房子是它是英国式都德式的建筑，它的烟囱非常可爱，很有趣。历史就是这么发生的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。